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博将军澳站嘉悦分行的 KK， 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西贡银线湾银海山庄，那不阻大家时间，马上带大家进去看看。单位是一个复式内置楼梯的设计，实用面积是1218尺，而且单位连同一个独立车位出售。二楼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和厨房，一个落地的大玻璃窗海景，招呼朋友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旋转楼梯上到三楼，见到个偏厅，走出去有个小露台，可以望得到整个银线湾的海景，进入眼帘。再入翻入面，你见到一个很宽阔的睡房和衣帽间，业主设计成很有欧陆式的风格的装饰。入到浴室入面，你见到没有开灯，但是光线都相当充足，而且有只对流窗，它会感觉很通爽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络我，李家博将军澳站嘉悦分行 KK。 多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